我是默默，今天是我去学校报道的第一天，先把早饭吃好吧。时间呢也差不多了，现在去新学校吧，先去跟妈妈说一声，妈妈，我先去新学校了。快滚快滚。哎，妈妈就是这样，老师因为我是女孩子，就总是没有对我有哥哥的一半好。不说不说了，快迟到了，赶快去上学吧。穿过所有浪漫以后，天啊，那是谁呀？好丑。对对，好丑，我快吐了。我也是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新转来的林默默同学，请大家之后多多关照。你先找个地方坐吧。千万别来我这里。好了老师，我找好了。那开始上课吧。下课了，我记得妈妈给我报的是住校生，那我们现在先去寝室里看一下吧，都不知道宿舍长什么样的。哇塞，这就是我们的寝室吗？这也太漂亮了吧。哎，这里好像有水流声，这水怎么没关上呀？真是浪费，我把它关上吧。水关好啦，差不多也快上课了吧，先去上课吧。哎，那里有两个同学，同学们你好啊。谁跟你好了？我是来告诉你，你赶快滚出这个学校。你瞧你那长相，看着让人作呕。我真的有长得那么难看吗？算了吧，这里好像是池塘，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。哎，怎么什么都没有？那个人滚过来，这些东西不能碰，你知不知道？好的，我知道了，下次不会了。算了吧，先去上课吧。这个学校和之前的学校还真是一样的。下课了，这个新来的那个同学，你妈说让你今天回家，你哥回来了。哥哥，他回来了，怎么办？我接下来的日子要怎么过啊？算了算了，先回家吧。默默，你给我 S 过来。怎么了吗？你哥肚子饿了，他说他想吃汉堡，你给他去买。哦，好的好的，那现在去甜品店里给他买一些汉堡吧。 No 老板，我要一个汉堡，给你钱。谢谢老板。他长得真丑啊。买来了，放着给你吃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我不想打到你了，抱歉抱歉，真的好抱歉，给我滚。对不起啊，好疼啊。算了吧，我先上楼吧，带着这碍眼，先睡一会儿吧。如果可以，真希望明天变得美好。哎，又是新的一天，先去吃点早饭，上学去吧。感觉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先走吧。先去跟妈妈和哥哥说一声，妈妈哥哥，我先去上学了。你哥饿了，滚去给他买早饭。哦，知道了，我记得前面有一家专门卖吃的的地方，我们先去看一下吧。老板不在呢，那我们买好东西就把钱放那儿吧。买什么呢？我记得哥哥特别喜欢吃鸡腿，就买鸡腿吧。钱我先放这儿了，得先去家里把吃的给哥哥，然后再去上学，不然就要迟到了。快点走吧。糟了糟了，快迟到了。你们看看那个丑八怪迟到了，简直就是活该。就是就是，对不起老师，我迟到了。开学第二天就迟到，你怎么搞的？算了，先把作业交起来。哎，我的作业呢？明明记得昨天写了呀，怎么回事？找不到了。老师，我的作业丢了。我看你就是没写吧。算了，先上课。上回这节课好累啊，先回宿舍去睡一会儿吧。就这样，我每天过着同样的生活。三天后，又是同样的一个早晨，回头的时候一定要被说丑了。你们快看，丑八怪又来了。我把他作业扔了，一定不会被发现的。难道长得丑的人一定要被这样对待吗？我不甘心，可是我受够了。就这样。咦，奇怪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我不是应该死了吗？这里是……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主人的名字叫做牧瑶。啧，这具身体不就是要转去我们学校的新同学吗？换好衣服，现在去学校吧。他们欠我的，不管是家长还是同学，我都有加倍要回来。
那里聚着那么多人在干嘛呢？真是奇怪，难道这不是我原生跳的地方吗？你听说了吗？那个丑八怪跳楼了。听说了，我看他就是活该。就是，谁叫他长得那么丑。同学你好，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是新来的吧？嗯，是的。我们班之前有个丑八怪，他跳楼自杀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来的木瑶，请大家以后多多关照。哇，你好漂亮哦。你好，你好。我们做朋友吧。哼，真是个看脸的时代。上课了，快走吧。今天要做的就是惊艳全场。哇，卡卡，他就是新传来的同学 W。好好看哦，小姐姐，好美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来的木瑶，请大家以后多多关照。老师，我现在可以找个地方坐吗？坐这里。同学，你最好不要坐那里。真是可笑，那我偏坐。好了，我们上课了。下课了，今天要 buff 的目标就你吧，子月。Hello， 你好，子月，我问一下，你能不能跟我去前台一下？我有事情要跟你说。好的，你有什么东西要跟我说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复仇时间开始了。请问你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？哦，我当然是要说你，我不过今天了。真是可笑的一个人呢。先去把血迹擦掉吧，不然之后会被发现的。只为在你心头角落，我该要如何让失去再失而复得。穿过所有浪漫以后，所有城市烟火，只为在你心头降落。我该要如何让失去再失而复得。血迹也擦好了，该去找下一个目标了。穿过所有浪漫以后，所有城市烟火，只为在你心头降落。同学你等等，同学，不是吧，这林英老在我面前刷存在感吗？难道他就那么想死吗？哼，那好啊，反正他也经常欺负我。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了，林英。所有人都得死。木瑶，你要干啥？当然是送你上西天了。大家不要惊慌，在座的各位还记得木木吗？木木，你说的是丑八怪吗？是啊，明明那么善良的一个人，却被你们说成丑八怪，真是可笑。所以啊，你们就安心的去死吧。人都死光了，可是我也有罪啊。我杀了人，我也有罪啊。我本就不该再次活着，既然复仇完了，那我也该去死了。再见了美丽的世界，谢谢老天给我复仇的机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木木呀。是的，没错，那么一个狗血剧本终于完结啦。当然啦，我也不负大众所托，会把迷你号放在这个视频的结尾的。但是大家得知迷你号的时候也不要取关哦。然后这个树屋是我自己装饰的，我现在再带你们参观一下这个地图，总体来说是非常的不错，作者做的特别用心。之后呢，木木也会给你们带来很多很多那种剧本，这次的狗血剧本真的是看得我自己都想吐了。下次的剧本呢，就是关于千金小姐的啦，真的是我一个人配音真的是太难了。当然啦，我也是不会带人拍戏的，你们就不要跟我来说你们想跟我一起拍了，因为太多人我组织不过来。之后的那些剧迷你号也是在剧的完结的时候公布的，所以你们就不用在下方问我迷你号啦。谢谢喜欢，拜拜。我叫月末，是一个有钱的千金小姐，我一直有一个喜欢的人，但是他很穷，坚持早饭上学。好啦，赶快去学校吧，今天我又能见到他了，我真的好喜欢他，他很上进，真的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就可以互帮互利，我帮他付学费，他上学，多好啊！终于到了，可以进去见他了。他来的还是一如既往的早。哎，我的书呢？我的书怎么丢了？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待会被老师骂了，怎么办？哎，哪里冒出来书？啊！
我知道了，肯定又是他。哎，每次都是他来帮我，都已经暗恋他整整五年了。今天我一定要表白，叶龙和我来阳台一下。好，快点吧，不能让叶龙等急了。你找我有啥事吗？月末，就是那个我喜欢你，和我在一起吧。哎，自从昨天表白了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有理过我了。吃完饭之后就去找他吧。嗯，等会再给我个答案吧。就算不喜欢，也要给个答案吧。去问一下他吧。叶龙，我昨天跟你说的事你考虑好了吗？嗯，我同意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太棒了。已经帮他付好学费了，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上学了。真的经典。你不是就喜欢我这样吗？要是被姐姐知道了怎么办？反正我也就玩玩他，这还不都是因为钱。怎么会是这样？我付出了那么多，最后的结果居然会是这个样子。这里哪来的花啊？好像暂时因为我拿走，去看看吧。哎，这里什么时候有的树啊？真是奇怪。树啊，如果你能帮我，就请帮我时光倒流吧。好希望回到当初表白的时候，我后悔了。如你所愿。我的头怎么那么晕？我这是，快看日期。我居然真的回到了表白当天。人要脸是要皮，叶龙，既然你不要脸，就别怪我把脸给撕了。背叛我者都是一个字，死。叶龙啊，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了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了。果然还是一样，书找不着了。又是这样，我得看一下这书的名字。哦，原来是我的书啊，怪不得之前找不着了。看来这一切都不是巧合，而是必然啊。还是一样把他给约出去，但是这次就不是表白了。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吗？其实也没什么事啦，只不过是送你上天堂而已。害我这样的可不止他一个，他只是第一个，还有一个，现在就去找他吧。下一个就是你了。饶饶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是时候该结束他的生命了。找我有啥事？没什么啦，只不过送你上西天而已。去把血迹擦掉吧。真的是好可笑，好可笑。好啦，疯也疯够了，也该去感谢那位桃花树了。谢谢你桃花树，如果没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谢谢你。Hello， 二八丁啊，这里是默默。是的，没错，又是一本狗血剧情完结，真的很棒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们不要担心，重生之路还会有第三季的啦。现在也是和上一季一样的，参观一下这里，因为时间问题，所以有很多地方都剪掉了，就没有仔细参观。然后那棵桃花树呢，是我自己种的。这张地图真的是非常棒，很多很多大楼都打卡过，里面做的真的是特别的好。它不仅房间每一个都装饰过，而且它里面装饰也非常的棒，就真的我特别爱。然后就是这里还有一个小型的地方，也是非常不错的，真的非常适合拍戏，很推荐你们去下载。重生之路第一季的那张图被封了，你就不要问我啦。这个地图呢，我也已经把照片放出来了，就不要说我骗人啦，拜拜。请各位敬请期待重生之路第三季的来临。好了，拜拜。我叫默默，我出生在一个重小轻大的家庭。默默，你给我 S 下来。
哦，知道了，出生在这样一个偏袒妹妹的家庭真的好累。快点，你妹妹饿了，做饭去。哦，好的，这就去。好了，做好了，赶快给妹妹拿过去吧。哎，妹妹怎么跑到那去了？妹妹过来吃饭啊。妹妹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妈妈，我好痛。默默寄过来。哦，来了，惨了。你怎么搞的？连妹妹都照顾不好。妈妈，我出去一会儿。有种你就别回来了。妈妈关心的永远都只有妹妹。这时候公园里应该没有人，去公园里发泄会儿吧。为什么我过得永远都不如妹妹？明明我才是亲生的，这是为什么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没事就好。要不要一起玩？嗯，好啊。我这里有吃的，你吃不吃？好的。要不一起去玩会蹦蹦床？好的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吗？我叫林默默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今天是看球第一天，赶快去上学吧。最灿烂的烟火总是先坠落，越是暖的经过。看来妹妹已经去上学了，赶快出去吧，不然到我的时候妈咪要骂了。浪漫的歌不能让我解开这枷锁。最灿烂的烟火总是先坠落。哎，那个人不是昨天公园里的吗？哎，那个你等等，还真是你啊。对啊，要不要一起上去？好的。解开这枷锁。最灿烂的烟火总是先坠落，越是暖的经过反而越折磨。听在多浪漫的歌。今天有一个新同学要来，大家掌声欢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江晨。哇哦，真帅，羡慕他们的颜值。卡胖哥，你找个地方坐吧。来我这，安静上课。